现在我从高天鹅堡参观完出来，来到了门外，远处是阿尔卑斯山，这是一个小型的花园。高天鹅堡是路德维希和他的父母曾经居住的地方。离开新天鹅，离开老天鹅堡，现在准备下堡。哦，远处是叫什么河呀？阿尔卑斯山下的湖，对，还有著名的湖，这是叫。应该路德维希二世就被谋杀在这个河中。这个湖中啊，哦，这是刚才的我上来的地方，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新天鹅堡，远远的白色的宫殿就是新天鹅堡。你是不是要在这里照相？远处，新天鹅堡右边的那条桥就是著名的玛丽安桥，是，也是一个拍照新天鹅堡、远望新天鹅堡的一个很好的拍摄地点。这里是登上新天鹅堡的大巴，正在开动。